刻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那碧落正要飘，轻飘的微流，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落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正要飘，从往心里飘，含目泪掉，怎安慰这消失泪条，这宿命已悄悄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冰云，还没吃呢。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一块儿吃个午饭，顺便跟你说说美术大赛的事儿。这两天我有特别多的想法，咱俩沟通一下。你可别误会，完全就是美术大赛的事儿。你要是觉着不方便，那咱就改天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约了钟老师一起。好啊，走。哎呦喂，钟老师跟廖老师约会呢，太巧了吧。不是莫有泰，你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冰原，你误会了。慢慢吃啊。老师，你有钱付账吗？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次的考试都非常的认真，所以我也就不多说废话了。第一排同学拿好卷子，顺下来发过去。早都给大家说过，可以不会，但是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抄。哼，叶玉虎，来，跟老师看看你下面藏的什么东西。廖老师，这明明是一张草稿纸啊！用自己的实力做题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继续。这次怎么解释啊？廖老师，不就是张白纸吗？我怎么作弊了？没有作弊就好，继续。对付廖学兵，不能用以前的方法。这次，我们不仅要考出好成绩，还要摧毁他监考的信心，这要两者兼得可不容易啊。这是什么呀？
这是一张写满文字的纸。不戴隐形眼镜根本看不出来。哎，那隐形眼镜呢？我去，太狠了吧！停，时间到。最后一排同学，请把卷子收起来。太诡异了吧！怎么可能考得都这么好啊？莫非我人品爆发，他们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了？靠！又中计！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在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。想到我 Super Teacher 兵居然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哎，算了，没抓到他们把柄，暂时让他们过关吧。小柯，彪哥，欠你们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的。我今天不是来找你要钱的。有个人想见见你。见我？走吧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没有，福彦哥，我听说因为那么点破事儿就对你行了家法，他们也太不近人情了吧。没事儿，我今天就来看看你，顺便呢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考试结果出来了，该及格的及格了，不该及格的也及格了，恭喜大家。周六早上9:30校门口坐大巴去碧玉岛露营。这个问题呢我们课下再去商量，现在我们开始上课。小美女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可等了你好久了。今天有没有想我呀？有啊，我挺想你的。今天你的表现真有趣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趣？你什么时候让我一睹风采呀？不要啊，人家刚刚洗完澡嘛。明天吧。好，明天，明天。春春，你都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特别丰盛，你看看，你看有蔬菜、调料、肠，我可以给你们做汤喝。哇，我带了烤鱼，真的？嗯。人都齐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就差廖老师了。人呢？不知道啊。哎，老师。老师，啊，那钟凡，那个人都到齐了没有啊？齐了。
个。亮老师，你都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啊，就啤酒啊！而且帐篷好像也没带。哦。行，上车吧。班长先走，班长先走。你先按计划进。再深也深不到哪里去。到了，这么快到啊？廖老师，这里是哪儿啊？也没有看见海，绿岛也不知道在哪里。这哪儿啊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从这到碧岛的码头还需要10公里的距离，走路需要3个小时。我们被骗了。我们是来远足的吗？这是我故意安排的。10公里不算很远嘛，你们平时一个个都疏于锻炼，今天刚好活动活动。有没有搞错？还要走3个小时？就是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走谁？大爷，钟老师在吗？钟老师，好，我给你问一下了啊。喂，钟老师在吗？啊、哦，钟老师不在。不在。不在。我进去掉个头啊。是否都还记得我？曾在同间教室用同一张课桌，纯蓝色的天空唱着冬天的歌，像个角色在轻轻伴奏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已成熟。那稚气的面容，青草香的微风，看夕阳在操场上洒落。那片刻过爱谁的围墙一般薄，花在开之后歌的未来要走，让我的深沉中最有过的梦也都不再懵懂。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匆匆流走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小时候，上课时记住一只巧克力球，还有那些和我牵过的手。现在各自都忙碌着工作和生活，谁也没有在为谁等候。某天是否会偶然相遇在某个街头？
住啊！加油加油！好。哇，贺小丹同学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你这样是完全不对的。拿、啊、看着。李老师，我知道怎么弄。还嘴硬，拿着。那这样才对嘛！哇，慕容同学啊，你怎么才把帐篷放到这里了？你没有看旁边全都是海吗？如果整车把你冲走怎么办啊？我去那边，那边。刘老师，啊，这扣子怎么搭的呀？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人啊！今天终于知道自己干活的艰辛了吧？还有你这搭的也是不对的，你没有看到这旁边都是石头吗？也挪开。现在帐篷都搭好了吗？如果有想去吃饭的呢，就去旁边捡柴，注意不要走得太远。剩下的同学可以捡些石头搭灶台。啊，慕容同学，还有贝小丹同学，你们可以去捡点干柴回来。周安啊，你拿个桶干什么呀？喝水啊，放下。你去搭个灶台吧，搭稳一点啊。哎，老师，我们都去干活了，你干嘛呢？等着吃呢？当然不是了，老师要去巡视下周围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，比如说狮子呀、老虎、大象、猫，总之你要好好干活了。斌哥，斌云。放开我！走！不就是个锅吗？你自己干嘛不带啊？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拿去用吧。咱这特制的汤差不多好了，你端一碗过去啊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刚做了一锅汤，然后那个给你盛一碗啊。你刚才跟叶玉虎在那鬼鬼祟祟的商量什么呢？给廖老师下泻药是吧？我说快乐不是理由。贝小丹出去上厕所了，一直都没回来。贝小丹，我们伟大的老。你想想，咱们两家要是联手，这一年得挣多少钱？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牙，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这剧情下去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孤寂，我也只是喝醉了而已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牙，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去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